火瞬间绽放，照亮新年夜空。紧接着，可爱的台湾特有动物们，包括石虎还有台湾黑熊，从台北101外墙探头跟大家说 hello。华丽的烟火中，荧幕上出现一艘承载梦想与希望的希望之舟，从台北101出发，象征带民众前往生活的新篇章。台北101烟火大秀包含60秒灯光秀，总共释放长达6分钟的烟火，庆祝新年到来。不止一管烟火能迸发3种颜色，营造梦幻感，还有最大亮点，也就是分成6大章节的背景荧幕动画 T-Paint， 出自台湾团队之手，带来双重视觉效果，让民众惊呼连连。不错啊，今年动画做得不错，气氛很热烈啊，就大家都很高兴，很壮观，跟我在国外看的不一样。我今天第一次来，动画我最注意到的是彩虹那一个部分。101烟火搭配民众欢呼声，迈入尾声，迎接2020，结尾还用繁体中文、日文、希伯来语等16国语言向全世界问候，在感受新年气氛同时，也要把这份祝福带向全世界。记者谢君仲、杨翔于台北采访报道。